六比六平手。平手，六比六。哎呀，不是太会教，教到每一班都打击火力都不弱，所以很容易就教错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，他怎么不跑啊？好可惜啊！对啊，他应该跑回来的。他平手了。那个十一班的小朋友要那个要老师叫，他比较不会自己冲，跟我们班一样。哇，好大号！哎，可是我第二局吗？不可能吧？第二局啊，最后。我不晓得五班打完了没有？哇！这个真的哇接不到，他已经第三次轰出去了，真的心脏很强，这个好强哦，哇会抓到，哇好掉了。